另外针对着有真侪县市现在拢运用电影拍片制作来营销家己的县市人文等等，对此今仔日议会临时会时，议员詹家珍就提出质疑。针对着县长张华官参加红中家族电影开翕的记者会时指出，家己县财政将补助100万块来营销家己县在地的文化，但是县府财政的确哪有经费嘞？县长张华官指出，伊是以县长行政裁量权以招商奖金来辅助，并且期盼借此电影拍片达到营销家己县的目的。透过电影镜头，和嘉义县在地人文景点等来行销。伫今年有天后之战，但是去年煞无厂商来申请，县府行销处编列300万预算也收回，今年也无搁再编列这项预算。为此，议员詹家珍伫临时会临时动议提案的时指出，县长张华官参加电影《红中家族》开翕的记者会当中表示，嘉义县政府伫财政困难之下，哪有预算来支付这个辅助款嘞？请教一下这个100万是哪里来的？如果说在处长这边说，因为我本来以为你这300万是今年的嘛，我还有印象。可是如果照您这样讲，这300万不是今年的，那这100万是怎么来？我们拿到1500万的奖金，所以我预备从这个1500万里面拨100万来支援这一部，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场景。1500万，县长，请问这1500万是怎么来的？这是经济部。经济部工业局啊，它是招商的奖金。议员詹家珍质疑，这100万是经济部工业处的招商奖金，如何用在电影的补助款顶管？这跟项目是不是无同款的？如果你有在看预算的话，你就知道怎么花。你没有写到你会补助这里哦。你根本不可能这样写啊！我们在你没有写的这么细啊！我们当然没有写那么细，因为我要你说你啊，预算是如果能够写到这么细，我就不用再跟你讲话了。议员。现在封装的家属他们来看起来才刚刚完结，你的花钱提出质疑吗？你这个怎么这么的？不是叫做质疑啊，我有我的裁量权啊，他们有所有的单位都有来看过。你看几个人规威吗？不是，你们规威啊，我们规威啊，我们各单位都有啊。不是啦，意外。你的需求的话，这是百分之吧？不是安尼啦。你现在就是这样问我。你要问的，要问的有道理吗？关注张华官指出，奖金1500万，以县长裁量权分配到各单位，当然电影也是商业之一。同时，透过电影镜头来营销家己县的好山好水，是相当好的营销手法。同时，这次的辅助对象是曾经获得6座金马奖的导演王童。而《红中家族》这部电影，是伫讲过去先人自大陆迁移来台开垦的时，如何甲在地族群来融合。你目前已经选定嘉义县3-4位的景点作为电影的场景，未来在电影上映的时候，将透过镜头来营销嘉义县。新闻新闻，中来新嘉义县采访报道。